请问龙树菩萨是佛灭度后600年出现在印度的人吗？大龙菩萨也是同时代印度人还是龙宫里面的水族？说龙树菩萨了，佛灭度后600年出生在印度，这是当年释迦牟尼佛的预言。那后来呢，果然有这个人出现啊，大龙菩萨不是凡人啊，他是化身菩萨啊，视线在龙宫啊，以龙王的身份啊，教化水族一切众生啊，那是大菩萨应化的，哎，决定不能把它看作哪一类的人看待，不可以啊，他是应化在世间。